一轉眼香港領袖戲你已經去到第十輯啦！歡迎大家透過電視、電台同互聯網同我一齊互動嘅。今日現場咧充滿科技感，冇錯，依度就係國際電訊展嘅現場嚇。今日我的嘉賓咧就係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吴光正现年55岁，1945年上海出生，5岁时移居香港。他是已故船王包玉刚的接班人，曾经出掌九龙仓和汇德丰集团，一度控制7间香港上市公司，市值数以百亿计。几年前，他决定在业务上退居二线，积极从事公务，转移在政界发展。董建华。吴光正，应该祝贺啊，董生成为我哋第一届嘅行政长官。5年里边啊，系平稳过渡同埋安定繁荣。吴光正曾经获委任为医管局主席，今年10月开始接任贸易发展局主席一职，任期2年。吴光正对于出任公职系咪有咗新嘅想法呢？抑或对未来的政界发展有个新的部署呢？欢迎你，吴生。哎，志华又见你啊！又见到你啊！今次唔系选特首，今次啊，唔系今日就呢个场地几好啊？呢个场地好，喂，嗱咁啦，你系主人啦，咁我哋都知道客人嘅感受点啊？借支麦嚟先。系。咁啦，我即刻揾你访问两句我啲客人好唔好先？好啊。Excuse me, can I interrupt? Hi, I'm Peter Wu from TDC. Hi, how come you started? Well, how are you finding this show?Very good, actually. It's been a very successful show for us this year. Now you're from Sweden. Yeah, I'm from Sweden. I'm from the Ericsson headquarters in Stockholm. It must be very cold there. It's quite cold out there today. Actually, it was only 5 degrees warm today, and I must say I'm much, much more enjoying the Hong Kong weather. So you like the Hong Kong friendship and the people around here? Absolutely. I mean, Hong Kong is probably one of my favorite cities in the world. Well, that's great. Look, I'm sure you are putting your show to a lot of exhibitions around the world.Can you give us some input in terms of how you think we can do better, say, in the future years? I don't know. I think this show for us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And Ericsson has been able to offer and show to our customers our really end-to-end mobile internet solution. And in the future, I think that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maybe get it a little bit shorter so we can get it even more focused and really reach out to our target audience a little bit. 7 days can be a little bit tiring for all the stand staff that we're having here. We're very proud to have you here. And as you know, that Hong Kong is a communication center, and we'd like people like you to join us and be part of us. Yeah. Thank you very much. I'm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back. Yes, thank you. Wish you all the best. Thank you. All the best. Okay. Thank you. 多謝曬。喂，嗱，你俾張支麥我先，唔該。邊個？唔該，唔該。嗱，我想問一樣嘢。呢度咧就係第二期嘅會展啦，嚇咁咧就97年完成嘅，聽講咧就已經飽和咗啦。我就揾到個資料，我希望你今日咧睇下可唔可以爆俾大家知下，就係其實你而家密策劃緊第三期嘅擴展係咪？我諗任何一個機構都要諗下一個將來嘅計劃嘅，咁所以話如果話將來擴張啊嗰啲嘢咧，我諗一定會喺藍圖裏邊大家會諗嘅。咁喺呢個過程中，我諗要同各方面要溝通啦，係嘛？唔係咁簡單話自己想做就自己做。唔係喎，我諗已經係策劃咗喺附近，喺地底添嘅喎。都有咁諗嘅，有咁，但係都有其他啲唔同嘅諗法嘅。但係你有冇諗過咧？就或者係遊說政府，譬如俾啟德機場嗰個舊址，你要嚟做一個大型嘅展覽中心？我想展覽中心對香港是非常之重要，因為呢個其實展覽中心是一個國際嘅一個市場嘅。嘅構思嚟嘅，咁好似你今日見到呢樣呢個今日嗰個展覽會咁樣啦，全世界各地都有人嚟香港，香港就變成一個市場。咁啊喺呢方面，我覺得喺嗰個擴張嘅計劃裏邊咧，喺呢個機場附近，如果有適當嘅嘢，都會有啊，應該係諗嘅。好明顯啊，譬如好簡單，而家譬如香港想搞個汽車展，你都搞唔到啦，已經。咁所以咧就有喺各方面嘅行業咧都要求嚇喺嗰個展覽會個設施裏邊咧能夠有更好嘅設備，令到呢啲咁嘅同全世界各地嘅 buyer 嘅接觸更加係有效。不過我咧就即係訪問你之前咧就諗過嚇，香港咧
個展覽品，如果譬如我哋自己出品好多工業產品啦，咁但係有一樣嘢咧，係我哋喺華人全球華人社會度領導嘅，譬如我哋嘅電影啊、我哋唱片、我哋影帶咁，你貿易發展局有冇集中去推過呢方面嘅嘢咧？哇！呢方面咧，其實咧就前三年咧，我哋一直做緊呢樣嘢，係咩？咁同時今年都會做嘅。咁我今次去米蘭咧，都係參加過，即係見到我哋有七間公司喺嗰邊咧展覽，咁喺嗰邊即係都話點樣推銷我哋香港嘅產品。所以呢一個比較無形式嘅服務行業咧，我覺得將來係有重要嘅地位嘅。但係你會唔會有啲咩已經部署緊嘅大型嘅電影展咧，係諗住做嘅？咁嗰啲電影展喺呢個本地，當然我哋希望能夠每年比每年成功。但係今年譬如我哋去康城咁咯。咁我哋想搞一個非常之係龐大嘅一個節目嚟嘅，因為其中依樣嘢係賺好多外匯嘅，其中我哋產品啊。不過想問下你個人先啦，嗱你自己本身咧就係做咗醫管局夾埋12年啦，係嘛？差唔多啦，係嘛？12年。好啦，咁由醫管局轉過嚟貿易發展局係兩個世界嚟喎，你點將嗰邊啲經驗帶過嚟依邊咧？我相信醫管局的工作是跟貿發局的工作是不同的了。在這個醫管局各方面，我們對病人的服務，對我們自己員工的照顧和培訓，那幾種因素是很重要的。同時呢，每天都 是非常之繁忙的。在這個情形之下，怎樣去處理一個質和量的問題呢？就是這個醫管局一直要面對的。當然啦，而家聽見大家都知道，就話喺嗰個收費方面啊，又要研究啦。咁所以咧，呢個一個唔同嘅一個組織。今次喺呢個貿發局就係一個係用香港一個貿易基地為主，就向全世界全球嘅各個市場進軍，同埋咧就希望喺嗰個各方面嘅資料啊，喺各方面嘅推動啊，做得係有效嘅，令到。在香港以香港為基地的企業咧，得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喂，我咧就問過前貿易發展局主席馮國京啊，我話你呢個角色係點啊？佢話：呢個係咧超級推銷員，你推銷嘅產品就係香港咁。嗱，香港嘅強項大家知道啦，係嘛？即係我哋嘅稅率低啊，自由港啊，基建等等。今日有個好消息，你有冇聽到啊？就係美國總商會做嘅調查。佢咧就話咧，佢哋。調查嗰啲會員都覺得咧，由而家開始到2005年咧，將會咧大舉投資香港啦，總部越嚟越設多喺香港啦，同埋香港前途好好，美景好好。不過有一樣嘢佢提到咧，就香港幾多弱項喎，就係包括咧就係我哋嗰個環保啦，我哋嘅經營成本高啦，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我哋嗰個整體英文水平下降嘅。你同唔同意啊？我相信喺呢三個題目上面，我諗都係大家香港都有個。大家共同的一個共識嚇，對呢個三個問題點樣去處理？咁所以我諗今日咁講呢三個問題咧，就唔係一個新嘅提案嚟嘅。喺呢個環保嗰方面咧，我哋知道喺政府喺呢個方面嘅推動嘅政策咧，係非常之我相信係有一個長遠性嘅。咁大家知道呢啲咁嘅一個措施咧，唔係話一朝一夕能夠即刻見效，係嘛？但係咧，係咪？即刻要做咧，一定係即刻要做。做幾多咧？同埋呢個量係點樣咧？個質係點樣？我諗呢方面咧，政府喺呢方面係，我相信係積極嘅。嚇！咁英文點？佢特別提到英文水平下降。我諗英文水平下降，我諗係喺呢個過程中，的確大家係覺得，喂，呢、這個譬如話全世界貿易嘅言語，咁都係英文係為主啦。咁同時喺呢、這個通訊方面。都是非常之重要，是英文為主的。咁如果香港是要繼續，譬如話我哋而家，你知道琴日我哋數字講咗係30,000億嘅貿易數字，即係話我哋係同外間係做好多好多嘅生意，同埋咧有好多好多嘅接觸。咁所以喺呢方面嗰、那個英文嗰個需要咧係好實質嘅。咁同時我諗呢樣嘢大家都係明白。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話係咪話我哋冇一個決心？去將英文搞好咧，我諗我一定有呢個決心。不過因為人哋開咗口話我哋英文水準下降咧，為咗爭氣點都好咧，一定要諗個方法嚟谷翻高佢啊！不過一樣嘢想問你，我睇過你啲對於外商講嘅時候，香港稅率低、稅制簡單，我哋冇銷售税咁。哇！你講得咁口響，好似而家政府研究緊銷售税喎，你知唔知啊？我諗銷售税其中一個税項啫，但係我哋香港有好多不同嘅喺個税嗰個環境裏邊，譬如話喺呢個外邊嘅收入係冇税嘅，呢、這個增值稅係冇嘅，
啊，同埋呢個股息税又係冇嘅。咁同時咧，就係各方面咧就係非常之對一個資本家係有優惠嘅。但我想問你，你反唔反對銷售税先？我相信呢個銷售税呢樣嘢咧，其實坐喺呢個位，坐喺邊個位先？貿易發展局主席呢個位。貿易發展局的位置就是話從呢個香港向外發展。好，嗱咁一間再打個問題啊。嗱，吳生，我想你決斷啲講，因為咧，我諗好多香港商人、零售商聽緊嘅問題就係、是，你作為貿易發展局主席，反唔反對銷售税？我相信喺呢方面咧，喺貿易發展局嗰個基本嘅運作咧，就係向外去推銷香港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哋冇一個立場喺度嘅。但係我個人睇咧，喺個宏觀嘅方面睇咧，就係嗰個問題嗰、那個提案咧，就係話香港嗰個稅基係咪太窄？嗯，如果大家認為稅基是窄的嘛，點樣將佢整闊啲？呢個就是基本嗰、那個議題嚟嘅。咁喺呢方面咧，我相信係一個好多係呢個成熟嘅社會咧，都係喺呢個銷售税裏邊咧係有啲唔同嘅動作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覺得可能我嘅睇法就係話咧，係將來係有個適當嘅時候咧，呢樣嘢會實現嘅。但係咩時候咧，就係個政治嘅決定啦。你不擔心你的成員去你啊？即係唔係喎？我頭先講明嘅呢個唔係貿發局個立場嘅，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OK， 嗱咁啊，睇住而家維多利亞海港咁靚啦，即係見到香港就好開心。咁其實香港咧喺過去咗幾十年咧，經過兩次嘅飛躍。如果我睇就係、是、第一咧就係五十年代我哋啲本土工業啦，咁去到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啊，第二次飛躍啦咁樣。但係飛到最近好似啲力度唔知夠唔夠啦。咁我哋而家全球排位咧喺貿易發展嗰度咧。是第十位是吗？是第十位。喂，那你有没有看有没有第三次我们可以飞先？一声。我想今次就已经是面对第三次，就是说中国入世贸、啊。因为中国入世贸都令到香港的企业有机会参与一个内销的市场。啊、你知道呢，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内销市场，令到它用作基地呢去发挥它的外贸方面的活动、啊。而香港经过这个50年，其實我哋就根本冇一個內銷嘅市場，而能夠達到第十位。咁所以我哋已經係達到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地步。咁更上一層樓咧，就要睇下我哋自己嗰個企業界嗰方面點樣將自己個工作能夠升值啊，由 OEM 去 ODM 去 branding 去唔同嘅啊升值嘅工作。即係話喺嗰個呢個製造方面咧，開始嗰時就係一個 contractor， 即係話人俾 order 我做。到 ODM 就係自己做埋啲 design 啦。咁到呢個 branding, 即係我哋自己品牌啦。係啦，做 design， 但係咧做第三咧就要去做埋個品牌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喺香港咧見到咧，照我哋嗰個數字嚟睇咧，差唔多三分之一嘅公司已經係有自己嘅品牌喺度噶啦。咁所以咧，嗰個方向咧就係啱嘅。咁所以利用咁嘅一個實力咧，進軍呢個內銷市場，再進軍全世界市場咧，就係我哋第三次嘅一個飛躍機會。不過我根據我資料顯示咧，就係未來一十年咧，中國嗰個對外貿易額咧有成10,000億美金咁多。咁如果香港喺呢個方面咧，能夠吸收到大概10% 嘅佣金都不得了啊！我諗香港一個服務行業大家都知道。咁而家我哋85%香港嘅 GDP 咧，都係服務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國內嗰度能夠發展得更加快咧，咁我哋個服務嘅對象咧就更加係多啊。咁所以呢個一定係有加就唔係減嘅。咁但係最緊要都係我哋自己咧要即係健身先得㗎，係咪先？如果唔係都唔得㗎啦。不過中國未來幾年咧肯定會好犀利。不過嗱，我哋唔講下中國先啦，又講下你自己先啦。好多人即係肯定有興趣就講下，因為你年初都發表咗一系列嘅文章，係講香港嘅政治或者政治生態嘅。咁啊，其實你啊選過特首啊，結果咧失敗咗。咁其實好多人都覺得你係其中一個好有能幹嘅人物啦。不過你自己睇翻轉頭，失敗其實對你嚟講係咪哇好在咁咧？我諗。睇翻三年嘅風風雨雨，一定都唔係呢樣嘢嘅。我諗嗰陣時大家都係一個參與感，即係話點樣令到香港各階層嘅朋友能夠覺得有參與上一次嘅一個競選。
咁嗰次參與咧，其實就俾某方面咧一個透明度，就話將來特區嘅政策係喺邊方面發展，同埋點邊方面嘅出發點。咁經過嗰次討論咧，令到好多呢個市民有機會了解到啊，將來嗰個圖畫係咁樣嘅，大概係咁樣嘅。咁令到咧各方面都係有啲安心嘅一個感覺。咁琴晚黑我都啱啱見到阿楊鐵良大法官，我哋啱啱傾緊，我話哇四年咯喎，好似啊差唔多。佢咪話好彩選唔到咩？唔係，冇全部唔係。唔係，我同佢傾，我話講琴晚傾同佢傾偈，咁就話四年好，即係時間過得好快。咁而嗰陣時大家嗰陣時嘅參選嘅文化，就同今時見到呢個美國總統嘅選舉嘅文化咧，就有啲唔同啦。即係我哋大家都係非常之正面，係睇香港嘅。哇！係，不過講起董建華先生，你都見到佢喺過去三年咧，哇！真係有一段時間咧，無日無之，日日頭條咁鬧佢。你即係你嗱，而家你又唔係坐喺個位啊？你同唔同情佢咧？其實我相信呢個董生喺呢個三年四年裏邊嘅工作係非常之艱苦。同埋呢份工咧，就真係唔係容易做。你係周圍個個都夾住你噶啦。咁啊，喺呢個過程中，仲有點解個個都要夾住你啫？因為有不同嘅呢個利益噶嘛。譬如話你有上中下嘅利益，有左中右嘅利益。咁各方面都係夾住曬。咁你點樣去處理呢？唔係容易，因為佢要平衡。咁要平衡嗰陣時，當你平衡任何一件事，未必係個個人都係 happy 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自然就有啲聲音。咁同時你要面對一個咧，就係話啊，九七年啊主權交過嚟。第二面對呢個金融風暴。第三附近鄰國全部貶值，係咪啊減薪？咁我哋即係香港面對嘅困難係非常之大。我你問我咧就係話啊，佢面對同埋呢個咁嘅一個過程中啊，我覺得係唔容易做呢個 job 啊。即係你唔單止同情佢喎，你幾佩服佢添喎！我相信呢個 job， 我諗如果你話喺呢個咁嘅情形之下做咧，我諗好多人啲身體都頂唔住。係啊，即係以你咁勁都頂住。不過講起即係董特首咧，琴日李光耀就發揮咗佢一個發表嘅言論咧，就係話咧，唉，無論四百人選又好，四百萬人選都好，總之這個特首咧就真係難做嘅，因為咧就夾住喺香港市民嘅訴求同埋北京領導人嘅睇法之間，嗰度鴻溝咧拉極都拉唔埋。你贊唔贊成嘅睇法？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現實嘅説法。咁同時頭先我就話咧，呢個香港一國兩制呢一個構思，由開始係喺張紙上邊嘅，到後屘實現嘅。咁自然一個社會，就香港嘅社會有各種不同嘅心態，不同嘅諗法。咁啊點樣去慢慢緩和同埋平衡咧？呢個一個過程嚟嘅。咁所以呢段時候裏邊咧，香港梗係經過一個找尋自我的一個經驗。你咧就肯定在2001年咧有機會就即係2002年有機會選特首啦，係嘛？即係你話咗唔選啦，係咪先啦？你話咗唔選。你第一個問我，第一個答你。你話咩？我信曬你啦。咁啊，人人都話你第三屆選啊，係嘛？到時你62歲到啫，係嘛？咁我頭先答，我上次你問我嗰時，你冇問我第二屆定第三屆，我都要話 no 啦，係嘛？OK， 幫唔你，即係總之你喺2002你會有機會投票㗎，應該就係啊。咁你會唔會支持董生連任啊？你覺得係咪佢連任最好啊？我今次嗰個競選委員會我冇票喎，我自己呢個我冇，我榜上無名嘅喎。暫時未知啊，但你自己個人嘅傾向點啊？覺得？我覺得喺呢個過程中啊，董生呢個五年咧，你問我任何一個第一屆嘅特首，我諗五年係唔夠嘅。一個任何啲政策計劃咧，需要一段好適當嘅時候能夠去實施。更加喺呢個咁嘅情形之下，你有呢個金融風暴咧。我覺得呢個面對嘅個困境係非常係不尋常嘅。咁你問我咧，我個人認為董生又好，或者另外一位係第一屆嘅特首又好，我覺得呢個五年係我覺得唔係好足夠。應該夠十年最好啊！我覺得10年應該係俾佢有機會能夠實施好多佢想做嘅嘢。不過講翻正話李光耀咧，咁佢咧就其實睇香港好多人話佢都幾眼光幾精到，其中一樣嘢咧，佢就話睇完香港之後咧，覺得咧就係一個國家福利同津貼咧，就係會消磨一個人追求成功嘅意志，咁所以咧，佢就認為咧，只係應該透過醫療、房屋同埋市民生產力去提供一個成個地方嘅生產力咁樣。你有冇佢同樣嘅擔心啊？即係覺得香港越嚟越福利主義啊？我諗喺呢方面，我諗唔係咁睇法，即係話任何一個文明嘅社會咧，福利主義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政策嚟嘅。
即係話有喺某個社會裏邊係有某啲人成員咧，就可能跟唔上呢個社會，喺某方面跟唔上社會。而喺呢方面咧，社會係有個責任。咁但係咧喺嗰個平衡嘅方面點做咧，就係另外一回事。點樣可以有效，可以對症下藥咧？我諗係比較重要啲。嗱，你係商界嘅其中一個重要分子啊，你覺唔覺得咧？好多人都話香港嘅直選嘅政黨咧，民建聯又好，民主黨又好啦，除咗政治立場唔同之外，其實都係為草根嘅咁。你擔唔擔心整整下之後咧，你呢啲商人咧變成弱勢社群啊？我相信啊，而家已經係。咁而家你就算而家今時今日你睇立法局呢個商界都係得25%嘅啫，唔係話啊，係一個小群嘅啫。我想我剛才講就話點樣嗰個原則就話點樣能夠平衡上中下、左中右各方面嘅利益。我想呢個係香港平穩同埋呢個繁榮嘅一個基本嘅政策嚟嘅。喂，利益係要自己去爭取㗎嘛？你唔覺得商界嘅人可以等喺度等人俾權佢或者俾嚇俾機會佢咩？喺政治方面。我諗唔係咁講啊！我諗喺呢個基本法嗰個草擬嗰陣時候。有很多商界人都是參與呢個草擬嗰個基礎，咁喺嗰方面大家都是諗住一個各方面的政治平衡。譬如話，就算話喺立法會同埋行政嗰方面個平衡是很重要的，咁頭先我講過三方面嗰唔同嘅，譬如話上中下左中右呢方面啲平衡都是要能夠達到。咁所以如果你話達唔到的話咧，係咪會能令到呢個社會平衡呢？呢個另外一個睇法啦。好啦，咁一陣間咧，我哋仲有咧就係、是。有半小時咧喺電台同埋互聯網咧就同阿吳生傾偈嘅，大家可以打電話咧1872311係同阿吳生係傾傾偈嘅，一陣見。香港領袖系列訪問各界翹楚，反映各方訴求，1872311。主持曾志華，好啦，繼續我哋喺電台同埋互聯網邊咧，同阿吳生傾下偈，話即刻嘅鬆緊啲係咪？唔使對住個電視係嘛？唔緊要。喂，不過正話我講到咧，我覺得即係商界咧，即係始終都好似唔係好著緊去爭取嘅直選位咁，即係我睇會遲早你哋真係即係越嚟越聲音越嚟越細，會失衡喎，仲有議會亦都會失衡，你擔唔擔心先？我想我就是以呢個基本法辦事，即係照基本法嗰個架構去處理喺香港喺呢方面嘅發展。而我想基本法係俾佢有足夠嘅空間去處理呢啲咁嘅事。不過其實講到基本法咧，你剛剛亦都講到咧，就係話如果香港人想真正係即係掌握香港治港咧，最重要就係第一俾北京覺得即係我哋係絕對遵守基本法同埋中國憲法，等佢放心先。你有冇睇到呢點講法？我相信如果任何一個主權國對一個特區嘅睇法咧，佢必定要放心，因為點解咧？佢對呢個特區係有責任，係嘛？我諗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冇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一個政黨可以話我擔保香港呢個係穩定與繁榮，因為就算你講冇人信你啦，係嘛？但係咧，主權國係咁講嗱，我嚇係維護呢個香港嘅。穩定與繁榮，佢既然有咁嘅一個承諾咧，咁佢有個責任噶。咁如果佢喺呢方面認為有啲地方唔放心嘅，我又好難怪佢啊呢方面嘅關心。嗱咁啊，其實香港好唔好好多時咧，我諗都係自己自力更生啊。不過睇翻過去幾年都幾深藝就係、是、第一咧，就係好多人變咗負資產咧，特別啲中產階級啦。咁另外咧就係今年嗱，好明顯啊，成個經濟好咗啦。我哋嗰個生產總值去到超過10%啦。另外，我哋頭嗰10月嘅出口貿易額咧，升咗23%，如果比舊年10月，但係硬係好似啲市民覺唔到受惠咁。你點睇啊？我諗喺一個咁嘅情景之下咧，你冇唔記得咗嚇？香港係經過一個15年嘅一個政治過渡嘅一個非常艱巨嘅一個環境。第二，又經過一個頭先我講話，經過一個呢個金融風暴嘅一個威脅。第三，你富貴鄰國貶值又好，減薪又好，在種種方面是其實對我們構成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要脅的。在這個情形之下呢，我們面對的情形是的確是困難的。如果你說、我們這樣可以很容易可以經過這個時間呢，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天真一點。所以呢變成在這個情況之下呢，其實呢在香港的、經濟呢是
係有個別性的發展，有些地方發展好一些，有些地方就仲係慢的。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變咗某些行業是因為喺個架構性的困難，就很難做得好。例如邊啲？啊，咁譬如話你喺香港，譬如話大家都知啦，做餐館嗰啲係好難嘅，係嘛？咁但係當然咧，你有競爭又好大啊。咁任何一個喺香港喺呢個香港經營嘅一個企業，係依賴香港嘅收入咧，個即係糖水滾糖魚嗰個面對咧就會好大嘅困難。咁啊，點樣喺呢方面能夠係將自己嘅功能能夠再提高呢個升值咧，去呢個高增值嘅做法咧？咁所以變咗喺呢個。從一個服務行業嗰個方面嚟睇咧，頭先我講咧就85%，即係85%就係呢個服務行業。點樣利用將來呢個中國入世嘅機會，去將你自己個基地咧就可以發大啲？嗱，呢個係其中一個機會，唔係話個個都可以做得到。咁有啲地方咧，譬如話，如果某一個企業今日仲係做緊3年前所做嘅嘢，同一嗰個我哋所謂 business model， 即係話係做緊同一樣嗰個生意嗰個做法咧。我想他面對的困難都會繼續的，所以變成你成個要個應變，就香港人的應變就是更加是一個重要的一份了。即係其實我哋俗啲講叫執生，係嘛？即係香港人就最叻嘅執生。喂，咁啊，同你繼續傾之前咧，有個聽眾想嚟傾下嘅，翁燦麟先生。翁燦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係大聲少少啊，要唔該。係聽到，係。翁生。係你好，你好。翁生，你係你請講。係啊，請講。請講啊。嚇！你有咩問題啊？我哋睇下即係貿發局咧，將來會有乜嘢特別嘅方法咧，係協助啲中小企發展啦。想問下吳生，我哋喺呢個頭先我講關於呢個中國嘅內銷市場方面咧，我哋今年已經開始做咗好多呢個香港內銷嘅展覽會，叫 Hong Kong Expo， 喺呢個內地做嘅。我哋希望喺呢個咁嘅一個方程式裏面增加我哋嗰個活動，令到呢個香港嘅產品更加能夠喺呢個內地活躍啲。第二咧，有好多呢個中小企咧都係諗住話點樣將自己嘅功能去加值。咁其中有兩方面咧，就大家睇咧就係話，第一方面可能去尋找喺呢個內地有冇適當嘅策略性嘅夥伴，譬如話大家互補啊。各方面的功能，咁呢方面咧，我覺得係值得去爭取同埋呢個發展嘅。少少意見啦，就我覺得就即係中小企咧，一向以嚟咧就政府嘅政策都係比較積極不干預啦，就好多情況咧都係喺嗰個滲透性嗰度咧，因為香港啲中小企好多都係唔係好主動，即係諗住政府都唔會點樣協助佢哋嘅，咁我希望即係貿發局將來個工作咧就即係希望滲透多啲，雖然而家都改善咗好多。即係呢個網站啊，或者其他啲服務都有所加強，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希望主動啲去尋找究竟中小企面對啲咩問題咯。我諗呢個會即係對中小企有積極嘅幫助咯。好啊，多謝你。我諗呢方面我哋會一直去呢個跟進。喺呢、這個仲有其他嘅地方咧，係喺輔助性，我好多課程啊。在嗰個各方面，譬如話係呢個中小型企業係想話喺呢個 marketing 啊、branding 嗰方面學咧，我哋都係有好多課程去呢個輔助嘅。咁所以你知道呢個貿發局咧，本身就唔係一個融資嘅機構嚟嘅。咁所以我哋只有喺一個輔助性嘅方面咧，能夠幫到呢個中小企嘅。咁另外一位先生等咗好耐啊，張先生，張先生。你好。請講啊。啊，張生。我想同吳光先生，你因為你參選嘅時候咧，我就認識你啦。係，你好。我當然你參選嘅時候咧，我好為你高興。我見李嘉仁同我哋都好支持你。不過到後來咧，你又失敗咗嘅時候咧，我覺得好似啲你又好似俾人擺上。被人擺上去做戲做會嘅喎，咁呢啲係我自己講啊，唔知你有冇咁樣睇咁睇法咧？當時係咪做媒啊？我諗呢樣嘢好多媒介都問過我嚇、啊，當時參選我自己嘅意願，同埋我覺得呢個參與感同埋呢個參與嘅機會咧，係非常之難得嘅一個機會。咁啊，對過程咧，我係滿意嘅。但我澄清一樣嘢咧，即係因為我一路翻查資料咧，就係1992年你見過鄧小平，係咪？係啦，嗰次佢有冇
直接或間接叫你出嚟選？冇。有冇分析過大形勢先引下你咁有冇？我諗呢啲都唔使要講啦，根本頭先你我已經答咗你啦已經。嚇、啊！咁滿唔滿意啊，張生你？哦，好啦。好啦，好啦。咁不如我再追問一下你啦，即係嗱，正話我都講到啦，我哋香港嘅生產總值今年嘣嘣聲升啦，係咪先咧？咁而家你個位置我諗係一個使命啊，就係、是、點樣將嗰個貿易嘅即係增長咧，轉化為就業機會啊？呢方面有咩橋咧？我諗呢樣嘢咧就係第一，貿發局希望嚇，即係話我哋現有嘅企業希望同佢哋增加佢哋營業額，即係話佢對外嚇、啊、外銷嘅市場方面嘅營業額增加。第二咧。當然我們希望是更加多企業能夠在香港開檔，就是這些譬如說中小型企業那方面，不單只是香港和內地的策略性的夥伴機會，我相信是本地的中小企和這個歐美日甚至說印度各方面的中小企是有機會是做這個策略性的夥伴。咁喺呢方面咧，如果呢啲咁嘅係適當嘅夥伴嘅關係能夠成立的話咧，即係代表係多啲人會喺香港嚇、用香港做基地啊，係發揮啊喺呢個內地嗰、那個經濟嘅機會。咁所以呢方面咧變咗係我哋希望多啲呢個企業。而家我哋有差唔多90,000間到係去對外嘅企業嘅對外貿易嘅企業嘅，但係咧我哋希望咧就喺呢個5年10年裏邊咧喺呢個。即係玩遊戲嘅數字嘅朋友咧，就增加更加會增加。你有冇計過每一間中小企平均係請幾多人啊？我諗每一間香港平時而家你將一個好大嘅一個數字嚟計話，平均數字咧，每一間公司咧就請平均16個人。一到中小企咧，可能仲少啲添。係。咁但係咧，如果你做得到一個夥伴性嘅呢個策略性嘅夥伴咁嘅合資公司咧。你可能睇緊係50到100個人到，咁所以如果你話係能夠將呢啲咁嘅投呢、這個咁嘅新嘅呢個形勢嘅公司咧，能夠增加譬如約10萬間、1萬間、2萬間、3萬間咁上咧，你嗰個就業機會自然會係咁會產生，而呢啲咁嘅職位咧就係、是、有實質嘅經濟嘅背景喺度。嗱，不過我即係點樣都好啦，我哋一定要針對國內市場嚟作我哋嘅策略性部署啦，因為嗰度係我哋最大嘅銷場啊，有10幾億人咁多啦。咁啊，資料顯示咧，未來5年內地需要大概2150億美金，即係咧18,000億人民幣嘅資金去推動發展嘅。咁我知道就貿發局梗係睇住呢個角色嚟做嘅。咁最近我就訪問你之前就同嗰啲商界傾啦，咁佢哋好希望你做一樣嘢就係咧，能夠組合全港嘅商界，無論係總商會啊、廠商會啊，所有嘅會加埋你自己本身，因為你自己本身咧喺國內商都好關係，組成一個遊說大聯盟。去遊說中國做一些有利香港的政策，你會不會做？我這個當然會做啦。在這個過程中，大家都知道，剛才你說需要的資金，但還有一個數字就說，在5年裏面，那個國家的貿易會 double， 雙倍。是的。如果那個貿易是雙倍，香港的得益呢，都不用計算的，都應該知道的。而香港就是一個服務行業的基地。咁所以喺嗰個服務嘅對象方面咧，更加我覺得呢5年咧，大家會去爭取，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會支持同埋幫助我哋嗰啲服務行業、服務專業界嘅朋友咧，去爭取內地嗰個市場。但我正話意思係咧，就啲商會覺得咧，與其自己一個個咁去咧，唔夠力啊，想話一個大聯盟咁做。呢、這個我諗冇乜問題嘅呢、這個，我諗呢個共識大家已經有了。有㗎啦，係嘛？OK， 大家如果想同貿易發展局主席吳光正先生傾通電話咧，可以打1872311。新世紀新形勢有新問題，作為香港領導人物會點面對，令香港繼續展現生機同力量。香港領袖系列訪問各界翹楚，反映各方訴求。主持曾志華。其實咧，我諗香港好重要嘅一個角色就係幫大陸融資啊，係嘛嚇？咁但係睇翻最近咧，佢哋內地嘅股票市場咧，嗰個融資能力都越嚟越強。我最近有間公司上市咧，好似聽講成99倍嘅超額認購。咁你睇佢嘅走勢，你驚唔驚我哋嘅角色會俾人取代？我諗競爭唔係壞事啊，但係咧就香港本身嗰個證券市場咧都喺度發展緊，係嘛？我哋嘅實力非常之好，同埋咧。
嗰個成個資訊嗰個方面嘅自由啊，各方面咧就係對呢個咁嘅證券市場好大幫助。咁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咧，我覺得香港嗰個發展嗰個空間係非常之大。而你話有競爭咧，我覺得唔係壞事。嗱，咁啊喺香港，我哋而家嘅位置當然係有利啊。正話我哋講，我哋好多時要睇大陸啦，但係同樣時間，我諗美國市場仍然係我哋嘅命脈嚟嘅。最近格林斯平就話美國經濟放緩啊，呢方面你擔唔擔心？我諗啊。去年或今年佢嗰個增長率差唔多係5% 以上嘅，5%以上嘅。咁5%以上嘅美國經濟咧，就係非常超級嘅增長嘅一個經濟嚟嘅，而唔可以長期維持落去。咁所以如果話真係跌到係3%，即係3%咧，你問我咧，因為我以前喺同呢個美國嗰方面做生意係好多，以前嗰1%、2%已經係講已經好開心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跌到3%，我覺得係仍然係非常之好。但係咧，大家要睇下嗰個發展落去係點樣樣嘅個別嘅情況。即係仲要睇清楚佢。係。但你又唔係好擔心。但係即係我好似我最近都同啊呢個Paul Volcker 呢個以前嗰個聯邦儲備局嗰個主席，我啱同佢傾緊，我哋講緊話係咪呢個軟著陸咧，定係硬著陸咧？咁佢話咩著陸啊？即係根本冇呢個問題，根本唔係著陸嘅問題。嚇，係咩問題啊？個意思即係話個 slow 嗰個增長率會慢啲。咁譬如話頭先我哋講啦，3%已經係非常之優秀的一個增長率，即係佢哋唔係太擔心啊！我諗大致上就唔係話絕對咁大擔心嚇。咁我哋知道咧，點樣去處理呢件事咧就緊要嚇。緊要啲，我哋知道咧，香港嗰個貿易發展咧，同埋貿易咧，就係其實養活咗香港咧大概一半人口嘅，因為咧提供130萬個職位。咁啊，你有冇覺得即係咁重要嘅一個貿易嘅範疇？我哋打開報紙好，打開電視好，日常我哋講。多數香港人都講緊地產同股票喎，好少即係提及呢樣嘢。係啊，我嗰次咪同班老總講咯，我話你哋做報紙嘅嚇貿易咁緊要，你哋都當佢冇到係嘛？我話呢件事係對香港嚇我哋嘅強項係重要嘅一個項目嚟嘅。而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全世界係非常之成功，同埋咧喺多不同嘅行業咧係全世界作領導地位嘅。但係咧報紙就中意講炒股票。中意講炒地產，但係對呢個貿易咧，我覺得咧就係唔係一個好適當一個份量嘅報導，因為點解咧？應該令到香港人社會知道咧，就你識得貿易咧，就其實係揾到飯食嘅。咁同時咧，那個年輕人咧都應該話，我喺啲喺咩機會裏邊咧，可以能夠入到去啲貿易公司、貿易行啊，去學習嚇各方面貿易。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面對嚇中國入世，面對咁大嘅商機。而如果自己唔識呢方面嘅嘢咧，其實就係好可惜。尤其是就喺我哋自己嗰個大本營嗰度。咁所以咧，喺我呢方面，我希望報界方面咧，喺呢方面嗰個報導咧，應該嚇對呢個貿易界貿易方面嗰個注重咧，應該提升到一個相當嘅地位。嗱，你亦都係長時期係理工大學嘅校董會主席啦。咁其實你覺得？在大學嗰個教育嘅設計裏邊，應該都要配合呢樣嘢咯。我相信喺呢個大學學生啊，就算話中學學生啲青少年，譬如話你喺暑期嗰度工作啊，都可以嚇能夠有機會嚇去實習下，令到佢明白呢個貿易係點樣一回事。咁我覺得呢個貿易呢樣嘢係千變萬化，同埋呢個境界係非常之闊嘅。即係齊齊學下做生意啦咁，不過。做生意唔係壞事啊！唔係壞事，不過嗱，你我諗你唔知你知唔知啦，我就肯定知啊，因為我好多朋友咧過去3年咧做開貿易公司啊，或者一啲小型嘅生意咧都執笠，真係滿殼眼淚。咁啊，但係叫佢哋開翻，好多人都開唔到。咁其實咧問佢點解開唔到啊？咁銀行又唔借錢，間樓又負資產咁。咁呢個情況點解決咧？我諗幾普遍嘅喎。我諗呢個情況係一個。架構性的一個情況，而呢個情況是因為我哋嚇1997要過渡，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就是不尋常的一個時期嚟嘅。咁你話喺嗰個以前嚇嗰個香港嗰個模式咧，就係多數係你打工打10年、15年學到嘢嚇呢段時候裏邊咧，你買間樓咁供樓，到10年、15年啦，自己又學到嘢又識嘢啦。咁嗰陣時咧，用個樓啊升值，咁利用嗰個樓咧做你個資本，所以我話呢個樓其實係香港嗰個
潛意識嘅資本。咁啊，呢方面如果呢個暫時係暫停嘅，咁自然咧喺嗰個企業發展個速度咧就自然會慢啲。咁呢個係一個現實嚟嘅，又係。即係你個人其實都傾向少少支持高地價政策。唔係，我係講話呢個香港以前嘅故事咧，就係話你貿易你開始嗰陣時候，你真係想話攞啲資本出嚟就唔係容易。咁以前嘅資本咧就係從你嗰粒樓嗰度出嚟嘅。咁喺呢個咁嘅睇法咧，當然嗰粒樓係好緊要。咁點樣會有令到人有興趣去投資嗰粒樓咧？咁你嗰粒樓就應該係話我至少係有升值嘅機會。升值可能係比呢個通脹係多少少嘅。咁如果有咁嘅一個方程式咧，咁人哋會又係變咗係樂意咁去投資。咁令到咧嚇十年後、十五年後咧，佢有機會啊晉身啊做老闆、做企業嘅主腦。即係起碼銀行都夠膽借多少少錢俾你。咁以前就係我以前因為做銀行噶嘛，咁以前銀行咧就以前就話我就借錢俾中小企，尤其是小企業嘅，但係咧就唔使呢個抵押品嘅。咁嗰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咧，由七十年代咧，好多銀行咧就輸好多錢嘅。咁所以經過咁嘅啲經驗咧，佢哋都話唔好啦，都係我哋唔明啊呢個太呢個規模細嘅公司，不如咧嗰搭樓咧。就變咗一個資金嘅一個協助性嘅銀行大貸款，係咁樣嘅一個一個經濟嘅模式。嗱，呢個係又係現實，因為點解你同啲銀行嗰個睇法咧？佢又係有啲人係擺錢喺佢銀行噶嘛，啲錢唔係銀行噶嘛。咁如果你係一個擺錢喺銀行嘅人，你都唔希望嗰個銀行啊成日都輸錢嘅，係咪啊？咁所以我哋都要希望一個銀行嘅一個。嘅健全嘅睇法，不過呢個學你或者係一個循環性嘅壞影響。不過好啦，咁啊講起即係中小企咧，啱而家電話旁邊有一位應該係代表好多中小企商人嘅李秀恆，香港經貿商會會長啊，李秀恆。喂，係。係，請你問下吳光正先生。喂，阿 Peter 係。喂，點啊，秀恆？喂，你就好啊，做咗呢個位，我諗啊，俾你醫管局嘅更加有發展機會啊。啊，多謝你。自己做生意啊嘛。啊，請你多啲支持啊。又係大陸噶，又係政協委員咁樣啊，大陸又知道民間疾苦係嘛？咁啊，多啲為我哋申冤啦，係嘛？喂，但係咧就循例啦，啲問題都問下你嘅係嘛？嗱，就你就係大企業啦，大家都知啦嚇，投資武漢投資好多度啊，動接就嚇億億聲計嘅。咁你但係貿易發展局咧幫咧，多數我諗啲出口啊，工資不出頭，幫啲工業咧都啲唔係俾你嚟就蚊俾嘅啫，係咪先？咁你點幫呢啲啊？你覺得就點幫呢啲中小型企業咧？我諗頭先我哋講咧，就呢個貿發局本身就唔係一個融資嘅機構嚟嘅。所以幫助方面咧幾樣嘢，第一嘢就係個市場推廣嗰方面，因為呢個貿發局的確係有個全世界嘅網絡喺度。咁第二咧，對嗰個推廣嗰方面嘅功能咧，都已經係咁多年裏面咧都積咗不少嘅經驗。咁嗰方面可以幫到佢。第三係請講。第三咧就係當然喺嗰個市場嘅資料啦。咁嗰方面我哋係非常之多。第四咧就喺嗰個輔助性嘅工作，譬如話有啲課程啊，嚇咪某方面嗰啲課程咧就係幫到呢個中小企咧發展佢自己嗰個本身個機構嘅運作嘅功能。係啦。咁咧係即係其實我話係一個非常多元化嘅一個。嗱，貿易發展局係啊，我哋梗係講緊你啊嘛。我啊，講你自己私人啦。要民間嘅，我個大佬最中意呢樣嘢啊嘛。我諗係啲。多啲溝通一下咧點嗱，我就想問下你啦嗱，又講埋發展局先啦，咁咪發展局幫佢推廣去賣嘢啦，做好多生意係咪啫？咁啊啱嘅，即係亦都我哋好多次都靠佢嘅服務。咁啊，但係有樣嘢，尤其是大陸市場啦嚇，咁你而家咧做親大陸生意咧，咁你又要攞正批文啊，啲嘢打正税啊，攞正內銷權啊，就未必點。咁你就算咧賣咗啲嘢之後咧，收翻嗰啲錢啊，人民幣落嚟咧，你都難話正正規規啊嚇。就換翻呢個港紙落嚟嘅，咁大家都係做一啲嚇，即係好多途徑啦，唔使我喺電台嗰度講，你都知嘅，係咪先？咁發展局咧就即係你點睇咧？好尷尬喎！嗱，你鼓勵人做生意，但係正途啊冇得做嘅，因為你唔走私，人哋都走私啊嘛，係咪先？咁你點去競爭啫？咁另一方面咧就喂，咁啊要開翻市場喂，但係佢又唔批我哋啲外匯啊匯出嚟喎，又好多嘢又冇內銷權喎咁樣。咁點搞呢？你鼓勵佢哋偷偷摸摸啊，定抑或正正當當呢？我諗我哋都係一個比較宏觀性嘅一個做法，即係話咧嚇，我哋係一視同仁嚇，各方面嚇點方面，我哋譬如話市場推廣方面，我哋係一個比較係廣闊啲嘅一個角度去睇嘢嘅，就唔會話一個好具體同埋一個呢個個別呢個企業嘅作風或者作法，
因為呢方面咧係一個企業家自己嘅一個選擇嚟嘅，係嘛？佢點樣做嘢，佢點樣成功，佢成功係佢自己嘅成功嚇。但係咧，從嗰個貿發局方面咧，我哋只有比較一個宏宏觀方面去做，因為我哋要服務嘅係好多好多嘅企業嘅公司嚟嘅，啊90,000间、70,000间係好多，數字係好大嘅。咁所以變咗咧喺呢個個別情況咧，就好難話點樣去忠告或者係呢個提議。啊，或者勸告呢啲樣嘢，我哋做唔到嘅。好喺我旁邊咧，就係貿發局主席吳光正先生。如果大家想同佢傾偈，1872311。新世紀新形勢有新問題，作為香港領導人物會點面對，令香港繼續展現生機同力量。香港領袖系列訪問各界翹楚，反映各方訴求。1872311。主持曾志華，我訪問你之前咧，有啲中小企嘅朋友咧就要求我向你即係希望你伸出援手啊，因為佢話入大陸做生意咧，大家都知啊。第一，裏邊嗰啲規例咧朝令夕改；第二咧，費用多到飛起；第三，貪污問題；第四，海關留難。佢話你點可以幫到佢哋咧？我相信呢啲咁嘅辛苦咧，都係大家都有知道噶啦。咁而呢方面個傳達嘅信息咧，我哋一直會係做嘅。咁啊，照我哋所呢個知道咧，喺呢個中央嗰方面嘅領導咧，對呢啲事係非常之重視。啊，而家從呢個規例方面咧、政策方面咧，係咪都有？咁喺實施方面咧，當然咧啊，喺個別性嗰方面咧。時間是需要的，咁有些地方做得比較好啲，有些地方做得冇咁好，咁但係呢個過程中咧，喺個進步緊嗰個國家咧，自然會係面對，即係上高嘅中央就好有誠意去解決啦。我諗係到地方咧就係有決心啊，唔係淨止誠意，係有決心去做嘅，係嘛？咁希望睇下你，因為你即係我都知道你可以直達中央，係嘛？咁啊，我有個渠道覺得你知道你咧，你架車可以直接駛入中南海。冇咁嘅事，根本冇咁嘅事。我諗喺呢方面咧，我哋一定喺對呢個中小企喺呢方面啲關心咧，我哋會繼續努力去同呢個中央繼續去溝通啊，令到啊中央對呢方面咧更加係積極。OK， 仲有六分鐘，不如講下吳光正先生講下即係做領袖啦。嗱，你1995年啊取得傑出領袖獎，咁啊30几岁已經領導幾間上市公司啦，做咗12年醫管局。咁啊，而家做貿易發展局主席，其實你可唔可以同年輕朋友又好，或者有志做領袖嘅朋友分享好？即係其實你覺得做一個領袖有啲咩條件，有啲乜嘢鬥心一定要有？第一，我唔敢當啊！我相信你任何你有機會能夠參與呢啲咁嘅工作嘅話咧，我諗第一樣都要問一問點解其他啲人要俾你領導呢個問題，你自己要問自己。咁啊，第二咧，自己要好學啦，即係話你一定要學，即係話要識得嗰個本身啊某一個活動、某一個機構、某一個方向啊，點樣去能夠比較多啲了解？咁喺嗰個了解過程中咧，就變咗係接觸啦，就變咗係多啲同啊喺嗰個局裏邊啊各方面嘅接觸，因為到後尾咧就唔係話你諗出嚟嗰條橋或者佢條諗法係最啱最正。係到後尾咧，呢個諗法係咪得到有人共識咧？係咪得到你嗰個機構裏邊嘅同事支持咧？因為到後尾咧就要實施噶嘛，實施係其實最難，尤其是係大嘅機構。咁喺呢個實施方面，你係要靠你嗰啲同事，令到佢哋覺得哇呢樣嘢係我係能夠認同，係我嘅有參與嘅一份子。咁喺嗰個實施方面咧，變咗係事半功倍。就好多時咧，大家都知道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嘅。咁所以呢方面咧，尤其是喺呢個公職方面啊，一定要希望能夠攞到啊某種嘅共識嘅。其實講下醫管局咧，咁啊喺你領導之下，嗰個文化大改變啊。因為我今日先去伊利沙伯醫院嚟啊，即係我睇到嗰個轉變，一路都有睇住嘅。咁啊嗱，你唔使謙虛，其實你啊用咗啲咩方法，令到一個咁落後、保守、官僚嘅醫療系統咧？扭到而家咁樣。第一樣嘢咧，呢個唔係一個人做嘅嘢嚟嘅。我第一我話中士員爵士，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角色。
啊，同時咧，我哋開始開局嗰陣時候，嗰班喺呢個醫管局嘅同事咧，大家係好重心合力，同時咧，嗰班人咧個個有不同嘅經驗、不同嘅呢個力量咁啊專業，就令到咧呢一個咁嘅一個集體性嘅一個構思咧，同埋呢個結合咧，就能夠有咗機會去發揮佢嘅功能。其中幾樣嘢我哋大家覺得係緊要嘅咧，就係譬如話我哋前線單位，佢哋每日嘅工作係艱苦，每日面對嗰個病人嗰方面係艱苦。所以第一佢就話，我哋就話第一，我哋要係以病人為中心嘅，呢個第一個政策。第二個政策咧就話，我哋以前線單位咧為係基本嘅單位，即係話咧董事會啊、總部啊，我哋嘅責任就係服侍，令到我哋前線單位能夠做到佢應該做嘅嘢。如果佢做唔到嘢，因為我哋冇服侍佢咧，係我哋嘅錯，就唔係佢哋嘅過失嚟嘅。咁所以呢方面咧，令到我哋個前線單位嘅同事咧，就覺得我哋係支持佢嘅，我哋係幫佢嘅。咁當然，大家面對好多資源不足嘅困難咧，就一定有。但因為有咁嘅一個文化咧，佢哋覺得大家都係坐一條船啊，而我哋係支持佢哋嘅。咁所以呢幾個諗法咧，我覺得係非常之重要。咁第三樣嘢就話咧，就我哋要減少呢個官僚嘅層次，即係由前線單位去到總部，去到呢個董事會嗰個層次，我哋減少，從以前咧減少咗好多。咁你知道啦，我哋開始嗰時候，我哋嗰個總部都有成800多人，咁而家得300多人，即係話咧，啲人最好唔喺總部，應該喺前線服侍呢個病人。不過其實咁嘅構思咧，就令到大家都覺得係可以認同嘅。其實醫療改革仲有好漫漫咁長路啊。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有最多人講就話，喂，根本上公立醫院係錯配咗，因為好多咧本來負擔起私家醫院都去曬公立醫院啦。咁呢方面係咪我哋亦都係我哋成功嘅受害者？我諗係兩個睇法嘅。第一個睇法，你要睇十年前呢個政府醫院個服務水平，市民不滿意。喺呢個情況之下，你唔可能加價，唔可能話收費。咁所以你第一個任務就話，我哋要俾到一個可以受尊重嘅一個服務水平，而呢啲水平咧，其實就係一個好標準同埋呢個全世界性嘅水平嚟嘅。咁你喺呢個咁嘅服務之後咧，咁就要處理個量嘅問題啦。咁就喺嗰個收費啊各方面咧，就而家楊永強醫生咧，就要去點樣去做啦？多咗好多白頭髮，喂，多謝你，唔該，先生。咁下個禮拜我嘉賓咧就係、是。馬會主席李福森先生，到時咧後邊有好多馬同我一齊做節目噶。好啦，同大家講聲拜拜，下個禮拜我哋再見啦，拜拜。唔該。